9月4日，女歌手王菀之现身中环出席时装品牌的发布会。伊万娜指自己也是从事服装的创意行业，所以穿衣服也喜欢走好玩的路线，只要搭配得宜，华丽风的衣服也可以日常穿。好像大家都在穿衣方面都比较大胆去表现自己，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很自由的，你买来的可能整套看起来是珠片亮亮的衣服，可能在音乐会比较适合，但你拆开来的话你可以配搭牛仔裤啊，穿球鞋啊，其实也可以多穿的。目前伊万娜的演唱会完满成功，好友容祖儿不仅现身支持，其后更在社交平台表示很想和伊万娜合作。伊万娜坦言两人私底下已经聊过好几次，如果将来有机会合作肯定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很感谢他，因为跟他都是很好的朋友，而且他真的很忙，都好像每一次都来看我的演出。其实私底下也有说过，如果一起做一些音乐的话应该蛮好玩的，好像有一些声音上的特质会很像，但其实风格要好像好不很不一样。提到老公的生日快要来临，可会为对方举办生日派对。伊万娜笑言，由于老公的生日和中秋很接近，所以应该会跟中秋一起庆祝。还没想怎么庆祝啊，跟家人一起了，每一年都是差不多，因为他的生日跟中秋节蛮近的，好像所有都可以在同一天庆祝。非凡娱乐，香港报道。